大家好，我丁哥，今天我在家做豆腐，今天做的特别多，快过年了嘛，我几个姨妈都让我给她做点豆腐，她们回去凉点豆腐干。今天我还得做好，还得给她们送过去的。现在已经磨完了，今天用那个机器磨的，粉碎机磨的，所以特别的快。现在就可以开始烧火了，然后把它煮熟。你叫人呀？手机，你喊我噻。对喽，对喽，那你们现在我们这个豆浆已经烧开了，我们把要从锅里把它舀出来，然后再过滤，把那个渣滤出来。好香哦，这个。你说，你说吧。哎呀，里面好香啊！哎，那锅巴好多，还多，都多。对啊，你头发好大的，是吧？好牛的！这个操作方法没动，我都有点不顺手。方法不对。他在那抽我这个。哇，有点厚。那老子亲大再抬上一个。他都飞起来了。打回去了。现在没人做黑的。哎呦，10块钱的。你看你炸嘛，炸它都有黑的，它都有挨上蛋，是不是的嘛？喂喂喂！哦，170，哇哟，170，哎呦。现在我们开始用这个胆水点豆腐，你看，这个就是胆水。你看，现在这个已经成型了，现在这个叫豆花，就这样就可以吃了。然后待会儿把它包起来，就可以成，就是成了豆腐。今天我们这个是做豆腐干的豆腐。所以要把它做的稍微老一点，那样做出来豆腐干才会更香。现在已经好了，我把这个多余的水把它舀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在一起包起来了。再弄饺子口袋要拔到。对不对的？哎呀，等我还买东西。啊，东西，这是有压不皮。哎呦，我要死了。底下不行的，这是高头，底下不需要你弄，主要是要把高头压平。有点老的豆腐。嗯，要去烫豆腐，要两步弄。老豆腐。烫。你倒起看看。那不需要按细，那个铲子好。啊。现在已经包好了，把它放在这里晾一会儿，晾冷了，然后就可以切块了。晾了。啊？